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大鹏，我们一起玩吧。嗨，大鹏，可以带我们飞翔吗？哦，非常乐意，这是我的荣幸呢。嘿嘿嘿嘿。大鹏来了，大鹏是一架惯性飞机，有轮子，有窗户。大鹏又酷又可爱，嘿嘿。打开机舱，哇，里面有六个座位，还有一个飞行员。乐迪、金宝，赶快上来呀，我们要飞行喽！好的，那我坐这里喽。哇，好舒服啊。呵呵，那我坐这里了。出发，大鹏。收到，关上机舱。大鹏起飞喽。大鹏要降落了。哇，我们看到了金宝和乐迪在飞机里面呢。怎么样，乐迪、金宝，开心吗？我还有更棒更好玩的弹射轨道呢，乐迪要不要试一试呢？弹射轨道，那我当然要试一试啦。哇，今天真是长见识了，和大鹏在一起真开心呀，哈哈哈哈。把大鹏打开，我们玩弹射轨道咯。我们先要把里面的椅子给拆下来哦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。乐迪上来了，来了来了，嘿嘿。再打开尾部的轨道，好，准备就绪 ，Go！ 哦，乐迪出来喽，还原轨道，乐迪又来玩了 ，Go！ 哇哦！哇，就像滑滑梯一样，哈哈哈哈。怎么样，乐迪，开心吗？哈哈，开心，真开心，谢谢你，大鹏。好了，我要去执行任务了。大鹏变身飞机，关上机舱，尾部轨道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了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哦。拜拜。